然后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因为要不然，因为你在调，你在做，你要把那个麦克风。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因为你这边有用吧？因为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因为在九里他的那教练群有关系的这个理论的时候，他有时候用 feeling， 有时候用那个 objective 的 component， 还有时候用 sports， 还有时候用那个什么 kinetic 的 component 这样子，这个你知道是大概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今天有讲到说你在对教练群有关系的定义的部分，你有提到说是教练。与选手在认知、还有感觉、还有心理上的交互情形，是感觉。因为有时候看到感觉，我说中文的感觉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是那种有认知成分的那种知觉呢，还是说只是那种真实的那种感觉？所以说，那回去看原文的时候，才看到原来就是九里方面是 feeling 跟 quantity 的这个方面，对，它有时候在互用，对，感受跟情绪。对，然后 affective 也跟那个 feeling 放在一起，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你觉得？我觉得它其实主要它因为根据它那个三个亲密性，然后这个互补，它其实如果我是觉得说根据它的共面里面的话，它其实它真的是就是一个 combination。一个 feeling， 因为包括在他的测量使用上，他都是比如说我喜欢教练，你觉得跟教练很亲切，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他应该是有自己的自愿的感觉。那在最后的父母亲的时候，孩子才会让自己觉得会，我想要继续跟教练体验，所以他其实很想要在自己的那边服务上面做点展现。那个部分他没有复制，对，没有，有认知对，是在这讲的上面。但是当然这部分的话，我并没有发现他有特别针对他不同的用。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认知上，然后它在我觉得就是 feeling 这个上面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感受的。是，我建议你那个图嘛，你跟那个，因为在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会去用的，因为这。其实他在讲相同的东西，他用不同的名词，对不对？那你的那个就是那个 model， 那中文的部分，我建议你把它原始的那个英文的 model， 因为他在这个中间的那个感觉、思想、行为的部分，他在底下其实他有去做处理，对，就是对你就对应到那个 objective 他们的那边的，我希望你把它加进去，好，我真的很好，这些人都不太内行了。好。
那学到之外，我当然有一些就是想要请教，看能不能让我学到那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从你的题目来看，关于看你想要探讨是探讨这个运动员、教练啊，运动员的跟教练选手关系啊，这是你要探讨的。然后当然还有说到后半场这些斗争的现象啊，然后下面一个这个看完之后就是依附理论为主轴的研究。那我刚刚听你的报告里面提到就是说，过去在谈这个教练选手这方面呢，比较多都是从引导型的这边的切入点去探讨。那可能就是看起来好像从这个两边三人会开始就开始谈教练选手关系，对啊。那所以他也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想要问的是说，你现在去把过去教育到现在这一点的切入点来探讨，你觉得这样不够吗？对，这样不够，所以要现在要谈这两个队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说，做这些研究其实都有一些目的啊，因为这不是只是写论文嘛，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研究的了解，能够帮助教育选手。那教学所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说我外行者会看得懂，也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兼调性，好，两者不管看。第二个是他们教学所嘛，要比赛啊，对不对？他比赛就是这个成绩结果，我想，所以是说他们十二者之间的兼调品质跟比赛成绩这表现，这应该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所以。有没有任何的研究，任何的 data 能够告诉我以前用教练引导行为这种切入点的方式来了解教练选手，然后他们对教练选手的关系品质不如现在用的这种方式，就是应该用依附理论来看的话，有没有很明确说将对他的经验品质的贡献是比较低的？他们比赛的成绩是比较差的，你们这样的一个讯息，或许没有，我们问的就是一个很丢脸的推选，但是我是很好奇，应该没有，但没有说过去。